爱斯基尔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一满编我叫这玩意儿，是一名伏地魔，枪法虽优良，只会野人。这个要牛叉克拉兹了，他们要打鸟了，看好他们的落点，尽在自个的掌握之中。他们的落点尽在自个的掌握之中。嗯。咔咔呢？打我吗？是在打我吗？嗯，你好，你是在打我吗？你自个就这么疯狂？就这么疯狂啊？就这么疯狂，你自个就这么疯狂，赶过来，就这么疯狂，你这个停停不动了啊！隐身术，去哪找我去？他们去哪找你自个去？有这波炒，这波炒作，你看着是平淡无奇，实际里边蕴藏着很多故事啊！啊，你看蕴藏着很多故事啊！蕴藏着很多故事啊！刚才那人都进屋都没发现，咱还别动啊，别动，就给我逮着，别动，他就在附近，差不多了，收装备去吧。走了，你气也木啊，这就是你自个的厉害之处啊！咱该收装备收装备、那么多人没找着我一个，刚才要把正经枪他们全死了，哎呀，还搁那边打呢，哎呀，打架了。围墙下头有人呢，完事儿，完了完了完了。